blueprint you found was for a new type of infantry turret, codenamed RC-1. Real next-gen shit. Digging a little deeper, I got word of a specially charted train headed into the Pentagon. I've hacked the rail network, and they think they've stopped due to a glitch in the switches. Three rail cars. One has the hardware. The other two have its ammo. It all sells, but your priority is the turret. They won't be expecting you.欸，是说那个，等一下哈，对，等下再讲，先去洗个东西。有，怎么忽然变狙击了？这是波动炮。看我掏出狙击就是波动炮了。Guys, get into those cars and find the one with the turret. Plug that hard drive. 是说啊 ，Hololive 的买快 server 啊，有点点奇怪。怎么了？他们资源已经弄于1.9了嘛？啊，我不知道他们的主世界是不是1.9，照理说应该也是1.9。然后福利青蛙部分就算了，因为青蛙有蝌蚪桶。Got a guard。可是奇怪的是，弗利亚说月灵这么可爱的生物，竟然没有办法带回去。他们都从资源抓的嘛。Don't move。Miko 那边我没看，不知道。所以或许也可能带不回去。Such a drongo. I thought I saw a group of clowns in masks running by. 所以现在比较奇怪的是，算是应该是算只有一件啦，因为同样都是用多重世界插件啊，然后也有传送门插件啊，我也是一样嘛。哦，我们家经过我的设定是可以带回来的、nothing at all happening over here. 只要你要把那个，只要把那个什么物体是否可以进出传送门那个选项把它改处，在文件档那边改处，生物就可以经过矿车或是船来经过那个世界。经过那个传送门，那他们主世界应该没有限制大小吧？他们应该可以去找。其实生物也可以限制哦，它也可以。你那选项里面也有写生物是否可以经过传送门，可是我发现那个生物啊，不是指你把动物推进去它就走进去了，不是，是那个意思比较像是僵尸这些会经过那个传送门传送。啊，对。然后我那时候测试是，你要让动物能经过方法是让它坐船或矿车，然后再把刚才说的那个是否允许物件通过传送门那个打处才可以。那偷的人写用这个插件的人啊，理论上应该是营运的，对吧？对。
应该不是单独一个人开伺服器，然后大家都用它的电脑来连吧？应该不是吧？会啊，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是公司的电脑或是外面架的伺服器去租的伺服器。对啊，对嘛，就这两个可能性嘛。啊，不然你如果是单独一人的，那我就假设今天干那一台电脑刚好是可可或露西亚的，你就不用。 你们家全部人都不用玩麦块了嘛？对，所以这样是很合理的嘛。好啦，先不管那个伺服器到底是租的，还是营运自己电脑自己弄的，总有人管理那个伺服器吧？不然更新到1.9谁弄？对吧？ 一定有人弄嘛？可是那个人却不会这个设定，不觉得很奇妙吗？还是我该说全齁没有人会？全齁没有人玩过这个模组，连那个几个后来进去的宣称自己很会玩买快的那几个。 哎，你让他进去不可以进去的车厢哦。哦，没有啊。我回来了。我等坏掉再吐。不觉得这一点很奇怪吗？哎呀，整个 hold 的人。 整个连营运都不会设定这个东西，这应该是外面租的，这个应该是外面租的，但是然后可是总会有一个人是类似有权限的账号吧，就是我可以给谁 OP， 对，就比如说 A 奖，应该是 A 奖，那 A 奖不会，我觉得很正常。 <笑>他不会是很正常，因为买块的东西说起来设定没有那么的像其他的东西的插件，像 Payday 的这种插件这么好设定，讲难听一点，比较进阶啦，比较偏那个，比较偏像是会一点点程式编辑的人才会弄，比较偏那样，对啊。 你要去科普还不好科欸，是可以科得到啊。可是，例如说单一这个传送门的指令其实是没有的，连我都不知道，连我都不知道说物件可以通过传送门的指令打什么，我也不知道啊。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搜寻，有的插件是可以搜寻指令的嘛，像多重世界就可以搜寻指令啊。 多种世界是可以搜寻指令，打个 list 啊，然后打个什么 MB 什么的，他就会跟你说指令。可是 Portal 就没有了，Portal 根本就没有教你指令。而且传送门有点像幕府的用法，你如果没用过幕府，你连帮传送门取名字。 设定这个点，对，设定它连到哪里都不会，它有点模糊。
可是那个人会设定啊，会设定传送门，可是他应该是不知道有用内部文件改，直接改那个 text 就可以改变这个传送门的动态，他不知道才对，不然照理说这种情况，人家只是要搬东西回来，应该开个，应该把它改成触就好了嘛，这也没不是什么问题嘛，也不是说影响游戏原版游戏性的事嘛。是不是有限制主世界的东西？我觉得它几乎没有限制，没有，它很原味，它超原味的，他们的伺服器其实很原味，在我看起来是这样啊。不能 TP， 不能 TP， 只有多世界传送门多一个资源。然后好像是多重地狱，可是好像不是多重中介，跟我们家一样，是不是多重中介？我不知道。多重地狱，嘿，就多重地狱的意思是说。像我们家的资源世界有连到会连到资源地狱，你如果没设定的话，你如果没有去下载那个 Nether Portal 叫做地狱传送门的话，这个插件的话，你单单只有那个多重世界插件的话，你不管哪一个主世界，人家开的地狱门都是连到主世界的地狱，是这样，然后你连到中介也都统一是主世界的中间，可是你有装 Nether Portal 的话，就可以选定说，你可以让资源世界连去资源地狱跟资源中介这样。像我们以前去玩的伺服器就是这样，它就是资源的有资源地狱跟资源的中介。一个钻开了，没，是武器耶，先拿吧。还有钻开吗？你不是射了一个钻吗？没有，没有，修钻而已。这一点还蛮奇怪的啦，他们其实装得很原味啊。然后游戏是预设的简单啊，啊，你这种多重世界啊，你如果没有设定的话，真的就是简单。你没有去改游戏难度的话，就是简单。炮弹。把炮弹搬走吧，算是近。也是炮弹。
Okay, thanks. Shut the fuck up!耶，十趴闪避。竟然没弹进去，可恶。没了。靠！这条通道，我就是最强的。
shield, amigos. Nice kill. Stay where you are.走了 ，AI 在搬呢。我一定要去看潜龙谍影故事，终究他对上的那个强大的美国佬到底是谁？啥鬼？到底是怎么？那就是，欸，有一个很经典的画面，有一个很经典的游戏画面，就是主角在跟一个好像接受过改造的那个穿的那个白色不太好说的就漫画弄弄太脆弱了，好吧，我再找。哎，你抓的？没空抓他。说你是开枪，不要说。开他两枪。然后我听到兜蛇的声音，
在打。哎呦！That was a bit of a bloody business, but sometimes it gets like that. Still, job done. Great work. Employ a lot of ex-military types, providing firepower and muscle. And they move everything from Lil Jimmy's favorite baseball card to the crown jewels. We've got a line on a convoy coming into DC. Let's see what we can get.应该这一场打完吧。We have a stolen ambulance all ready to set up a roadblock and a genset convoy en route from Dulles. It's an old trick, but a classic. Get whatever's in the trucks to the escape driver. We're deep in Indian country here, gentlemen, so expect a fast response from DC's finest.是哪一部？这是哪一部？潜龙谍影的哪一部？潜龙谍影。对啊。怎样？那款游戏啊，哪一部？潜龙谍影是哪一部？潜龙谍影有好几部啊。对，那这一代的 BOSS， 这一代最后的 BOSS 是……哦，这是崛起再复仇。崛起再复仇。你跟我讲他最后的 BOSS 叫什么名字就好了。欸，新的阿姆斯壮，哎呀，我不知道，那应该是后面的，可能是幻痛那一些的吧。可能是幻痛。是后面的，不是前面。查一下就知道了。不过他这个敌人很经典。为什么？那甚至还有他的迷因。有他的迷因呢、啊。刚稍微看了一下。参议员阿姆斯壮。没有，通通没有，正规打法。你一个人守那边可以吗？我现在看他的。究竟这个参议员到底想干嘛？其实我挺好奇。
他为何如此这么红？啊，醉啦！看到没？这就是我的闪避，啪啪啪，没了。我这里怎么都是收拾啦，开喽！钱呢？这还几只的？我已经杀四个补丁了，要开玩笑？就没有看到四个补丁在场上。嘿，你这个口渴，那你应该是无我嘛无输。啊，你搞我一工一卡卡落去，规工。你做没？我这边竟然有弹药。
你怎么用呢？有利条件的吗？对呀。That's a lot of cash. Nice job.OK， 结束这回合。